千万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主持人。小潘，哎，过来过来。哎，领导你好。我有个亲戚朋友啊，过两天要结婚，你帮个忙，当主持人好不好？好的。我认识你。你好。我们想去一个那个居委会的老年活动。我推荐你。机会难得。哎，机会难得。对。我认识你。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大主持来了呀！来晚了哦。来，表演的才艺，主持好不好？